吃饭的时间一到，菜市场里面这间自助餐就有满满的人客。来这包一个便当，菜较少的20块，有鱼有肉只要50块。这偌济？哦，这个呀，这20的。啊，这？啊，这个40。这？哦，20、40、60，你给他倒回去。啊，这个50。好。啊，这小孩哦。对啊，很便宜啊，然后买习惯了。你常常会来这里买？常常来这边买。你的物件好吃哦。嗯。啊，好笑。对啊。多久啊？哦，卖四五十担啊。四五十担哦，你的手头少年卖到哪？哦，嘿，我爸爸的手头到今嘛咧。每天现煮现炒的菜色，大约有三四十项，非常的丰富。两个人一盘满满的菜，加上两碗饭，只要一百块。这间经营五十年的自助餐头家讲，服务人客无少成本，只会小小阿卖。这十块二十。哎，你便当有几百块？这才八十。这才八十啊，分两碗呀，啊，那多100块。啊，你这饭菜卖较俗，安尼敢会好？啊，啊，都老伙仔刚往做啦，少年也无做这啊啦。家己的所在往做啦，啊，若做就较袂好啦。那这家的大部分是老顾客，因为除了小个短话，菜色济好食以外，嘛真有健康饮食的观念。嘛拢少年食个啦，我今食几啊十年啊啦，你。十几啊十年啊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啊拢熟悉啦。啊，而且买甲一般大块人个便包便当，我有啥无共？袂啦，伊这嘛拢现炒个啊。好好好。啊，伊这个也袂咸啊，较袂伊遐油啊。不会太咸，咸淡适中。哎啊，就是便宜啦，我嘛食五十块，啊有鱼，啊青菜。嗯，阮遮家常菜啦。哎。家常菜吼，啊平常咱个婆婆妈妈咧煮拢共款啦。哎，无啥物特色啦。这间自助餐的主食真有厝内妈妈的口味，因为大家拢伫吃，为少年食到老，所以头家将人客当作厝内人同款的服务。若是来到这个市场，不妨来试看卖五十年的好滋味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